山壁崩落，土石弹开，路面上满是巨石，每一块又重又大，石块比车身还长。一场午后大雷雨，苗栗南庄东河部落土石树木全瞬间往下砸，有箱型车惨被砸中。对对对，没有了啦。 箱型车凹陷变形，附近民众雨中撑伞出动救援，将车内一名60岁男驾驶救出。好在他只有头部撕裂伤，赶紧送医。警消四人前往救援，四小客车驾驶头部有1公分撕裂伤。山崩地点是苗栗南庄苗21线东河部落路段，大面积的土石不断掉落，占据路面，导致连外道路全面中断。事发第一时间，警方赶紧在路口摆放爆闪灯及三角锥，提醒用路人改道。 大雨意外，土石砸车，好在箱型车驾驶虽然头部有伤，不过意识清楚，也能行走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记者彭志明、杨生、王世涵苗栗报道。 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8平以上的5到6平的，或是小平数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蜡晚报的团队代码。